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这次出了一个新活动，没问题，就是我们的幸运抽牌，这次的奖励还不错，那么我们就开抽啦。来，最主要是要这个稀有这个，哎，有没有啊？金盒，这个有40000多张啊！哎，我怎么那么衰啊？哎，不会最后才中吧？靠腰。最后才中，好，第二轮重新发牌，这次我们猜右下角了，锁头六个，金币现在已经不缺了，完全的不缺。再来，哎，钻石疯狂变少啊，有没有？天哪，剩下三个啦。哎，不要每一次都最后才中奖啊！哎，真的是哎，每次都保底的，真的是有够衰。补给站，来，疯狂开抽。没问题，我再抽，好，然后文章。这个永恒文章英雄怎么那么少啊？永恒文章英雄，好，来看一下永恒文章。随机的打开哦，永恒文章英雄好像好像没有哎，5个哦，好了，没关系了，各位观众，老爹自己慢慢升啊。
们现在老街的文章战力已经加700万了，而且我已经来到永恒之星二级了。那么现在，僕は自分の町さえ君強いんだろ？わかるよ。俺も強いからね。挑战我们的无尽战区。目前老爹还是在第一名。这个什么灭什么什么阎王哦，还蛮厉害的，还是会击败老爹哦。好，一个反击，看能不能击败他。他打我扣好多分啊。我这个阵容哦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蛮强的。好，再来。对面的春卷吹了五个。老爹的红魂女560万。小狗狗零伤害。我们再来。这都是一炮。1600万。我们的春卷怎么没有开到招啊？奇怪，哎，我的配速是不是怪怪的？理论上我的春卷速度很快啊。等一下，应该哪里有问题哦？503，506。514。三星。好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刚刚不算啊。反击。三速的春卷才对啊。因为可能哦，老爹升级的那个什么集训中心哦，所以科技系变快了一点点哦。昨天晚上我打过某一关哦，然后有买了那个什么3000块的礼包哦。大家不要看哦，以为老爹每个月只有除这个什么，就每个月除个一次到两次的20万哦，那个礼包也是3000、3000的在买哦。红魂女690万，再来。小狗狗零伤害。春卷吹了六个，没问题。再来，这都是一炮，1200万。靠腰，我的春卷爆掉嘞！他的额伤怎么那么痛啊？这个什么灭什么阎王的，他的额伤实在是有点痛哦。不知道哪一服的高手，97服哦，也是蛮难对付的。如果老爹有怪人化乔泽，应该是蛮好打的。坏就坏在老爹没有怪人化乔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用文章来追啊。老爹的文章等级这么高啦，应该是战无不胜才对啊。现在来到4打5啦，再来秃头旋风斩，他连大眼睛都这么硬哎、欸，
以九十七伏来讲，这样真的是有点强哎。他用的是直那个大眼盒哦，难怪这么痛啊。好，再来。老弟的小狗，870万。好，大眼盒哦，超过三回合就没有续航力了，基本上已经确定他输了。趁机动手，结束比赛，敢打我，我就打回来。排行榜第二名是境界 Y 突破，这个什么阎王被我打到第四名了。来，好，终于遇到我们的境界 Y 突破了，没问题。来，他的战力也很高哦。糟糕，我的红魂不应该移位置的。他用大眼核心，没问题。难道大眼核比较强吗？怎么大家都放大眼核啊？春卷存了六个，我们再来。老弟的小狗，没伤害。好，他的红魂 is dead， 春卷存了一个，杰洛斯穿了一脚，对面的大眼睛 is dead， 现在蛮多人都还是用大眼核心哦，真的是蛮多的，不是只有一两个哦。好了。他的红魂女已经输了，已经没搞头了，春卷也没用了，我们已经赢定了。大眼核心，你在前两个回合无法带走对面，你就准备输掉了。好，我们的春卷存了四个，1000万。杰洛斯穿了一脚，好，准备打到第三回合的时候，大眼核就已经输了。那么就这么一遍，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一遍见，大家。拜拜！大眼核三回合是一定输了啦，挡不住了啦。你看杰洛斯轰下去，他应该就灭团了。